小伙伴们，你们听说了吗？那个咱们都熟悉的韩信李多海，最近可是放了个大招啊！他竟然在上海定居了，还买了一套120平的豪宅。想当年，李多海在韩剧里可是咱们的心头号啊，那演技、那颜值，简直就是让人欲罢不能。现在他竟然选择在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安家，而且啊，你们知道吗？这120平的豪宅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那简直就是小宫殿一样。视频中，李多海带着满脸的幸福笑容，一一介绍了他的新家。那简约而不失时尚的装修风格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还有着现代化的都市风貌，简直就是宜居城市的典范啊！他选择在这里定居，那简直就是明智之举啊！李多海在上海定居，还买了120平的豪宅，这简直就是娱乐圈里的一大喜事啊！咱们就一起祝福他在上海的生活越来越好吧。